我谂呢条咧就系类似一啲叫做equation 嘅玩法嗱，咁啊睇住第一条 set 先，第一条 set 咧我哋就会计到 P 加 Q 系二减 K 啦，咁第二条 set 咧，第二条 set 就系 PQ 抽个 K 出嚟，咁留意翻咧，你呢个咪就系二减 K 咯，系嘛？咁所以咧 PQ 其实就系一减呢一嚿嘢，咁即系一减 K 括弧二减 K。你中意就 expand 开埋佢，即系 k 二次减二 k 加一啊。好，咁啊计完噶啦呢个 part A。好啦，part B 咧就要你系 form 一条 quadratic equation 啦。嗱呢啲咧 form 一条 quadratic equation 咧，我哋有一个永远都有个套路噶啦，就系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你去背翻呢一条 set。sum 同 product 系指紧咧，sum of words 同 product of words 啊。咁即係你要分別要計 P 加 Q 同埋 P 乘 Q，但我哋呢度咪計咗咯，係嘛？咁啊將佢代翻落去嘅啫。咁所以 part boy 咧嗰、那個 require equation 咧就係、是、S 二次減括弧二減 KS 再加 K 二次減二 K 加一等於零。嗱咁咧留意咧 P 同 Q 係咩嚟㗎？P 同 Q 係 real number 嚟㗎。咁即係話咧呢一條。或者啲 equation 咧，個 discriminant 咧係大過等於零啊，大過等於零啊，所以 B 二次減四 AC 係大過等於零。好啦，跟住咧就 expand 開去啦。都係負三 K square 正四 K 大過等於零。好啦，咁呢個咧成條式。整翻个负俾佢先啦，我唔需要见到前边呢个位咧有个负嘅。好啦，咁呢个点样继续做落去啊？咪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叫做 formula 一啦，你可以话系啊。咁你会咧有两个 words 嘅，一个咧就系零啦，另一个就系四 over 三啦。咁而家你要细个等于零啊嘛，咁即系俾呢两个数夹住啦。咁所以咧，佢个 k 咧就系俾呢两个数夹住啦吓。好，搞掂啦呢条友。